十七岁的梦真的有迷茫，剧情意外的走向，冰与火的热烈碰撞，推开青春年少无目的开场，陪伴的时光坚定的梦想，心事暂时都隐藏，虽然一路跌跌撞撞，莽撞的青春从来不怕受伤，慢慢学会勇敢坚强，幸运有你一起成长，约好未来也一起闯，追梦路上成为更好的模样，长跑在掌声里分享，微笑够张扬，描绘我的超级梦想，邀请你将颜色贴上，心间自己传递力量，装满了向往，渴望我的超级梦想，我们相会未来远方。十七份，所以两个同学一起看，好吧？好，拿到卷子的同学，我们来看这道题啊。若不知道他们两个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又是因为什么而吵架？男生的世界总是很奇怪，但是我知道他们一定会和好，只是在什么时候会怎样发生呢？不放人，云东，云东，云东，都安静一下啊！今天咱们测试的内容是女子800米、男子1000米、立定跳远、仰卧起坐。怎么了？啊什么呀？你们可做好心理准备，学校对这次体测非常重视。蓝建辉，到，你负责带同学们自己训练。明白。另外有余力的同学呢，可以帮一下其他同学。林东，你和蓝建辉一组，热身吧。真的留活动吧。前两天市里开了一个会，反映出一很大的问题，有一部分高中生体能测试根本就不达标，如果是这样的情况，就连高考的体育成绩都会不及格，所以咱们校长下了死命令，周末安排高二年级集体野外训练，高二年级所有同学必须参加。你先看一下这表，优的很少，不及格的占30%。好，我知道了。
都安静一下啊！我给大家说个事儿，我们学校呢要举办野外活动，全班同学都得参加。好，收。这次野外活动呢，主要是为了锻炼大家的体能展开的野外拉练活动，时间就定在这周周末。有同学不想去吗？举手给我看看。没有是吧？行，那就全班都参加。上课。同学们都注意了，这次野外拉练活动，学校给咱们每个班都安排了一位教官带大家训练，这就意味着这次拉练活动会严格按照半军事化管理来进行。这位就是负责咱们五班的吴教官，大家欢迎。同学们好，教官好，欢迎来到我们训练营。我知道，在家里，你们都有自己身上的王子病。公主病，但是到了这儿，你们要把身上所有的臭毛病都给我收起来。训练期间，不允许携带手机、iPad、零食、娱乐通讯设备，这些违禁品，大家自觉点交出来吧。我的凤爪、牛肉干、泡面、薯片，再见了，我会想你们的。好，收拾好的同学呢，一会儿跟着吴教官去咱们的宿舍，晚上会安排人轮流守夜，大家切记，严格遵守教官的命令，尤其是不要擅自离开营地。好不好？好，走吧。解散。哇哦！我这个，我上面，我这个，我上面，我上面。硬啊！这床。讲一下，咱们今天先进行三人多组绑腿跑的练习，下面分配一下队形。第一排，一、三、五、七，你们几个向前两步走，后面的男生向前补齐，注意。按大小个子横着岔开排成一个横排，快点。哎呀，孟姐你放心吧，我力气可大了，你要是到时候跑不动我抱你跑。大家都组好队了，别拖我后腿就行。地上是绑腿的布条，男同学帮女同学绑一下，快点。是是。要不我们先把腿绑上吧。多人多足绑腿跑，训练的是大家的团队协作能力。所以我们在比赛当中，除了注意安全之外，一定要注意伙伴的节奏和速度。清楚了吗？清楚了。清楚了吗？清楚了。自行练习。别着急，然后咱们按照口号走啊。一、二、一、二。那在我这边。左、右、右、
所。哎，小心！没事吧？没事。为什么？一二三，走！一，不是，一，哎，慢点！你为什么要跟着他的节奏来？我不是让你跟着我的节奏吗？小安，嗯，告诉蓝静慧，是他走得太快了。你能说是你走得太快了？你告诉林东，为什么不是他走得太慢了？蓝静慧说，为什么不是你走得太慢了？你跟他说这是一个集体的活动，他应该考虑其他人的感受。林东说这是一个集体的活动，应该考虑其他人的感受。你告诉他。好了，你们俩到底在搞什么呀？你问他，抽什么风啊？这是。你问问他，他对得起我吗？什么叫我对得起他吗？你问他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他好意思问我什么意思？你怎么不问他说这个话什么意思？小花，我觉得这样特没意思，你让他有什么意思就说出来。我没有脸说，你让他自己去招。我又不是他蓝静慧的犯人，我招什么招？我凭什么今天就一定要是个？要不我们先休息一下，然后再继续练习。这次我肯定可以赢林东。哎，我们继续。嗯，哟，左。哎呀，程璐阳，你太快了，我俩跟不上。我们这么慢是没办法拿第一的，再试试。开始，左，右，左，右，左。哎，今天没事吧？疼。对不起，是我弄疼你了。刚刚是我太着急了。你就这么想拿第一吗？总是做第二名，就会特别渴望第一名。那好吧，那我努把力。虽然我成绩上帮不上你，但是说不定这次可以帮你得第一。把手伸出来，干什么？哇，你给我糖干什么？因为我要给你上药了，会有点疼，把糖打开吧。对不起，我轻点喷。你不舒服啊？哦，没有，我坐了看一天了，有点酸，肩膀。肩膀酸，那我帮你按按吧，我这儿有一套手法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没事，我自己。来来来来来，哎，啊，那谢谢您了。跟我客气什么呀？怎么样？哎，还真有点效果哎。当然了，这是我们特战旅啊，专门有一堂课，就叫康复训练。是吗？你们平时还上这个课呢？当然了，哎，要松弛有度，啊，劳逸结合。这儿啊。啊，对对对。对，你这肌肉都有一点紧绷了。啊，是吗？可能平时上课上的吧。借过一下。吴教官，你看这学生们也练得差不多了，要不要让他们休息一下？差不多了。集合。今天的训练到此结束，大家辛苦了。比赛，你也辛苦了，方老师。是你辛苦。吴教官，你也累一天了，要不吃点饭去？
不一起吗？好、啊，过了。啊，赵老师你不吃吗？那吴教官咱们俩先去吃。走吧，走。啊，我们先过去了，赵老师。哎，教官，回头你教教我那些好按摩的手法呀。都没睡呢吧？来来来来来，不下来，那你们在床上别点了。我跟你们说个事儿啊，这个事儿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，就发生在我老姨她老家。一个男的出轨了，抛弃了自己的老婆，然后他老婆又跳楼自杀了。啊，结果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，这个男的。总是能在卧室里看到他老婆的影子就在墙上晃啊晃啊晃啊晃，这个男的就害怕呀，他就去找了高人，那个高人跟他说，只要躲在床底下就没事。果不其然，这事儿又发生了。有一天晚上啊，这个男的在睡觉的时候就听见楼顶上肯定是他前妻来找他了呀，他连忙把蜡烛吹灭，躲到了床底下。咚咚咚，一个倒立的人脸出现在那个男的脸前面，在他耳边轻轻地说，轻轻地说。贺哥，你没事吧？我去值去啊。你胆儿好小啊，贺哥。咚咚，怎么了你？咚！刚刚真的吓到我，吓死我了。谁有咚？咚！没事吧？你怎么跟出来了？怎么不在学校你也要管我？我是你二表舅，当然要管你了。那如果你要不是呢？什么不是？我说如果咱俩没有任何关系，你还会逼我学习，还会这么关心我，还会对我好？我也不想啊，谁想有这么个大外甥啊？我问的不是这个，那是什么？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我，蓝清辉，你知道吗？这么多天了，我就等你说这句话呢，我还真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了。来，你跟我说清楚，这些天你发什么疯？啊，一天天的阴阳怪气些什么呢？还我怎么就对不起你了？我只是想好好的帮你提高成绩，让你留在国内，让你在你爸面前能证明自己。我怎么对？没错，你就是想证明给我爸看。什么？我问你，我爸是不是给你奖学金了？所以你以为我是拿了你爸的奖学金才这么关心你的？
不是，那你，那你就先告诉我，你到底是拿了还是没拿？拿了，拿了，拿了！你凭什么这么拽呀？拿了，你凭什么这么有底气呢？我怎么就不能有底气了？我凭我自己的实力啊，我凭我自己的学习成绩拿的，我怎么就不能有底气啊？但是你拿了，这件事情本身目的就不纯洁了。那你觉得我是什么目的啊？我以为你是真心拿我当朋友的，那我才真心跟你换真心啊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我听上去就像是我爸在给你布置一个任务，那你这么做了就好比命题作文跟有感而发的区别啊。我问你，才艺大赛我为什么参加？为什么是吧？那是因为那次你给我布置了竞赛题目，我答出来了，顶多算是等价交换啊。好，那更衣室呢？更衣室我为什么能准时赶到，然后事后还替你证明？好，那次只能证明说你人不错，确实是这么回事。就算是这样，篮球赛我凭什么参加呀？没准你想出风头了。对，就是我想出风头，没错，你说对了，我没什么好说了。哎，别，也不是，我琢磨一下，你先冷静一下，你先听我说，我今天只是想跟你探讨一下这个问题，我不是说想寻求什么答案，而且你这个人脾气是不是太古怪了？说翻脸就翻脸，我就是想简单的跟你从这个里边说，从，哎，我说你别过来，马明，出来站岗。干啥呀？跳湖啊？锻炼身体呢。辉哥，不是我要说你，人家玲珑对你真的挺好，你跟人道个歉得了呗。你也觉得我错了？肯定啊。不是，你都不知道整件事情的经过，你也觉得我错了？你看你这副魂不守舍、理亏人怂的样儿。我都不用知道啥事儿，我都知道你错了。要我说，辉哥，灵动真的挺好的。你看人家，才艺大赛也帮你，篮球赛也帮你，摸着自己良心想一想吧。这是胃，心在这儿呢。用眼睛是看不清楚真相的，要用心。那不是啊。你来个野外拉练，站在湖边你就变这么有哲理了？我是湖水之子。麦明，我被动了。哎呀，来，这个挪点小，给点位置，稍微给一点，稍微给，哎，对，来，哎呀，林总，你看这个高度可不可以？是不是还可以？哎，有呼吸，来，什么情况？你就帮师傅说说好话吧。开始吧。可以啊，开始吧。哎，慢，稍等。哎，好了，来。你喊口号。我。你喊口号。那这边是一，这边是二。没问题，来。
慢点，我调整一下。我走快。不好意思。那要不这什么，那个领导，要不你来喊这个口号，然后我们配合你的节奏，你看行不行？小花，那我喊了。好。来，准备好。一，二。蓝建辉，你怎么回事？到底行不行啊？我刚这我。没事。不练。哎，别！哎，别！我求求你，这要不这样，你看行不行？先不练了，咱谁也别练了，等你想练的时候咱们再练，休息好了再练，对不对？而且先小花，你其实我觉得可以，我们两个人先配合好了。你听我说，咱们呢练的是这个三人多组，所以说呢这个东西我还是我的吧。开始！别！我等一下，我刚过来，我还没准备好呢。给我五秒。准备好了吗？等一下。没事，来。好。来，准备一，二，哎，很好啊。二，人真是不能犯错呀、啊。犯错的人有多可怜，多卑微，多难受，心里七上八下，人要麻烦。好。你能理解我的苦啊？二，一。好，我们喝点红酒，我们两个了吗？你要什么？啊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就只要鸡腿。只要鸡腿？对。够了。喝了。哎，这么巧，聂哥。那个饿的时间点都一样啊，吃的什么呀？哦，唯独没打鸡腿啊，我就碰巧鸡腿打多了，给你夹一个。不用了。别啊，你得吃啊，你是我们这个团队的主心骨，对不对？你得补充一下这个优质的蛋白。林俊辉，你这么整天的烦我，是不是就是想知道答案啊？好啊，我现在告诉你。别告诉我，不用，真的不用。你这么做肯定有你的道理跟原因，对不对？就凭我们俩之间的关系，那是别人几句拙言就能挑拨的吗？不是。你觉得我是因为奖学金才接近你的吗？不是，肯定不是。你听我说，你的话，我觉得你肯定是，你觉得我是什么人？你觉得你是什么人？那你又是什么人？你觉得我是什么人？有点呆。对，没错，非常正确。我奶奶也常说我呆头呆脑。她对了，也不是呆，我看就是傻。哎，是啊，傻，傻得很。傻小子嘛，你问他们常说。傻也不是很准确。我觉得应该叫没心没肺。那什么，我没心没肺，呆头呆脑，傻里傻气，啊，你说啥就是啥，可以吧？就说这么小声啊？没有啊，这就是你的诚意啊。我有诚意啊。你有诚意，你大点声说啊。我把刚才的再说一遍啊。这不是不敢了？没有，这就不敢说了。那好，自己吃吧，拜拜。不是，
迎面初夏的风，阳光早朝梧桐，捕捉顽皮的萤火虫，世界因你不同。真身吉他篮球，裙摆长发温柔，至今那是青春年幼，太多片段带不走。你是否抵达梦的路口，是否不再随波逐流，微笑梦想炙热依旧，总有发光的时候。你是否活得要个自由，是否能够愈合伤口，明白这段旅途绝无仅有，在许多年以后。衬衫吉他篮球，电台呐喊自由，至今那是青春年幼，太多片段带不走。你是否抵达梦的路口，是否不再随波逐流，微笑梦想炙热依旧，总有发光的时候。你是否活得要个自由，是否能够愈合伤口，明白这段旅途绝无仅有，在许多年以后。